是柯小新，我们就要来灵魂互换。没错，过年的时候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在那个交换频道灵魂互换，可是我找不到对象朋友，你没有朋友，一直找找阿头来跟我一起换啦。那么妆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容貌，不然是改运哦。因此我们今天要互相帮对方化妆 ，yes， 来换对方的衣服 ，yes， 还要交换对方的身材 ，yes， 想太多了，小胸部。最后注入对方的灵魂，那我们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那先由我帮臭阿头化妆，可是他皮肤本身就很好，所以看起来像是化过一样。嘟嘟嘟嘟，给我画，你会不会紧张？会。不用紧张，因为你画的眉毛的特色就是两条不对称。虽然不对称，可是很有可可的妆容就是两条眉毛不对称，这边会上，这边会下，好湿哦。不然雷是干的吗？这是粉底液呢，变水了我的脸。哦、你为什么看起来痛苦？这应该是很享受的事啊。嗯、有没有幸福的感觉？黏黏的，黏黏的。经过刚才的抽筋，我们继续化妆。你不要连鼻孔里面都刷粉底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才会有特色。眉毛的话，我清楚的感受到这个眉形是不对称的。我再画一遍，不对称，我再画一遍呢。哇，清楚感受到，太衰了吧，这个眉形，我就想不到为什么。你是哪里小脑不平衡啊？你笑完那有话哦，你的眉形就很奇怪啊，每次都一高一低。你给我小心一点，我等下会让你 cosplay 眼睛男子。你为什么要偷偷拿镜子？我没有，信任我，我没有，信任我。好看，我等下笑到鼻塞。哎，不错哎，好看吗？好，我现在看哦。心虚的笑了，还补救 ？Oh my god！ 哦，有有，好。看我，你为什么每次都很执着？你只要碰得到鼻孔的地方，一定会搓一下、欸。我对我的鼻孔有什么好感？但有时候我也会用这个，就是画眉毛的来画眼线，因为我觉得那超好画的。笑，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好了，哒啦。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说觉得我画的如何，准备好看自己了吗？3、2、1，噔噔！等一下，好像臭三八，有没有漂亮？好，换妹妹帮我画了，我觉得画的其实还不错啊，而且你看越来越准。给我等着，开始。哈哈哈，不太阳。我抬头都爬不抬啦。为什么别人化妆脸部都是很陶醉，我们两个化妆脸部看起来都很真？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给别人化妆的时候都特别想睡觉。对啊，很想睡觉。第二种，那我来帮你遮瑕吧，遮瑕刷。问一下，你真的是非常的节俭，对，还可以用很多。比我们家的面粉还要少。你不要硬翻我眼皮好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你想要翻我白眼吗？想要让我翻白眼？我想看他的教学。你化妆那么多，你去给我现在看教学。口红。哎哎哎！嘴唇好薄哦，不行，你这样只能用唇刷。反正，嗯嗯嗯，好了，好啊。蓝田，丹丹，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超级美腻！哎呦喂，有帅气的感觉，这跟我平常化妆完全不一样。为什么你化？这跟我完全化的妆也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现在要互相导入灵魂，变成对方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，可妹。直接进入业配主题，那感谢宝雅赞助我们这两组磁力刷具。那这两组磁力刷具呢，是宝雅独家贩售，全台180多家分店都有贩售哦。180家。
好，谢谢你帮我。那我今天使用的是这一组 Mako 磁力刷具组。Mako， 那你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非常哦少女心大爆棚的玫瑰金配上粉色，我觉得少女们会喜欢这个配色。那妹妹今天使用的是，你看那么大的框，刚好框你一个破贴头哎。好，对，那妹妹，而且它每一面都可以用贴，好方便哦，怎么粘都没问题，破贴头也粘上去。那妹妹今天使用的是 Beauty Face， Beauty Face 的颜色非常的帅，有个性。你们可以看到它下面一个铁板，可以放很多根，放几根？非常多，他们家卖很多根，随便你插。所以他也有单卖的。对，所以你们就任君挑选你所需要的。那像这种磁力刷具组最大的优点是，洗完它的时候呢，你的刷具可以倒挂晾晒。它每一面都可以变色。好，那就比较不容易发霉啦，哎，好方便哦。而且呢，它的刷毛哦，这样你们看不见。而且它不分分辨有试摸，有感兴趣的少女们可以去分辨试摸看看，再决定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肌肤，再把它带回家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在这边啦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在下方我有贴完整的资讯，在完整资讯那那如果你们想要网络购买的话，雅虎商城有宝雅的分店，网络购买最方便，对，可以购买哟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，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影片，喜欢几记得按下我喜欢，那你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觉得我们这次灵魂大交换成不成功呢？是的。好，那我不想变你这颗破铁头。头，你干嘛这样啊？姐姐很爱你们。记得订阅可可酒精的 YouTube 频道，旁边小铃铛也记得按开启，这样有影片才会叮咚发布。Facebook 搜寻可可酒精，给我们一个赞。IG 也就记得 follow 我们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哟。来哦，三，你这样很丑。好，三，你赶紧扮丑，来准备。你这样很丑，你才丑哎，你才丑，太丑！我来，邪教，邪教。